赶紧走，我就走，咋了？你走啊！我就走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没关系，你走，赶紧的。你可别后悔。小婷，阿龙，阿龙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这日子我一分钟都跟他过不下去了，你别拦着我了，我要走，我要回娘家。妈，你别拦着他，他自找的，让他滚。对，我自找的，我也瞎了我宁家3000多公里跟着你，我图你不要对我。阿龙，你是因为什么事啊跟小林吵得这个样子啊？你怎不能让着他一点啊？没事都是我不对，让着他，难道他就没问题吗？给他脾气了，还得让着他？ 凭什么？这一天天的，非得跟我争个输赢？我知道啊，你肯定能赢，但是你赢了道理，你输了他，你值得吗？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阿龙啊，小林走了以后啊，他肯定就跟你朋友打电话求助。但是啊，关闭了通讯录，发现在这里啊，根本就没有朋友。 他又不傻，他肯定可以找地方住啊。反正啊，他肯定没脸回来。他如果住酒店的话，他一个人啊，肯定会害怕。对了，可以住酒店啊？不行，我一个人住酒店，我害怕。所以啊。 只能跟他爸妈打电话，但是啊，诉苦的话到了嘴边啊，也说不出口。一定当初啊，他非要远嫁你。是他非要跟着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最后啊，他爬上这里这么大，自己啊却没有容身的地方，除了你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你还跟他吵架，你太不应该了。是他自己没事找事，还翻我手机，删了我的女同事。